志明师。红组得分，系红组得分，因为批造前期系发球。蓝组 time out， 好，蓝组即刻咪用 time out 啦，因为可能佢要调教少少嘢，因为第一球佢发球已经唔成功啦。阿初会问题边一度咧？第一球已经发球失败咗。我估计佢可能操作方面嘅问题先。